哦，哦，现在终于才变本体哦！哇，哎，还跑到场外是怎样？哎，好险！早安呢，我们今天要来推坑一款游戏喽。这款游戏超级无敌好玩，它可以结合了有毒、十分上瘾，还有精神时光屋这三个我们频道我觉得好玩游戏都会放上去的名字。我很难决定是哪一个，我觉得三个都放上去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这款游戏的类型有点像是暗黑破坏神那样，是一个刷宝类的，然后它一局很快，一局就是一两分钟两三分钟，所以你中间想要随时休息去做别的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然后有空就可以一直刷。像我刚才玩了一局，大概玩了大概40几分钟我才来拍，我觉得他一局一局的那个节奏是非常快的，你玩起来那个反馈也非常好，一直都会有新东西给你，超级好玩。然后现在正式版出啦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是可以直接把它买下来了，我真的强力推荐这款，买了你绝对不会后悔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如果喜欢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个赞了，来，那我们来开始啦。然后这个是我刚才开场失败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换这个好了，换一个新的档案。那我们会玩一玩之后，我们前面介绍给大家玩之后，我们会回到刚刚那个我已经玩一段时间的档案，这样子大家可以跳过去玩别的角色看一下，就可以知道各个角色它的特性。它其实里面只有一个角色啦。好，然后我这边会有一个技能，技能是游戏里面重点，它里面只有一个角色，然后有1、2、3、4、5大技能，这个是那个战士类，然后刺客、召唤师，然后法师跟游侠，然后只有一个角色技能，其实你想学就可以学的。然后我们来个简单的战士好了，然后学到那个技能之后啊，按 K 可以把它装上去，它就放左键、右键、空白键。然后你三个技能，每个角色都有，每个那个职业都会有三个技能可以选，然后你可以把它选到你要放的按键上面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可以三个技能全都是不同职业的角色的技能，完全没有关系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到战斗里面去，它的核心就这样，在场外去做一些你想用的升级啊，有的没有的，然后进到场内去战斗，非常简单，但是超级上瘾。然后左键就是攻击 ，OK， 然后打起来，我觉得也节奏上面是也蛮快的，对不对？一局一局很快，然后每打到一段它就会有新的角色跑出来。然后我们刚刚那个音效可能得小声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哎，这个是帮我们提升场外升级的部分，然后一个漆黑之术可以提升我们的技能槽啊，然后圣物槽啊，还有精神力。精神力是左下角蓝色，就是魔啦，你只要用任何的技能都会消耗魔，但它回的蛮快的，然后你也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辅助你回复的速度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药剂师，我们可以在这边跟他选择一些我们需要药剂，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，啊，现在还不行，他就是按 Q 他就会使用在左上角，对。然后药剂的效果是你可以再跟他选择的。接下来我们有天赋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赋，这边我们是选了战士开头了嘛，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些，譬如说加血量的，又怕等下不小心挂掉 ，OK， 然后再来我们的技能，我还没有进到核心哦，核心是这个技能，这边可以点进去，我们可以再额外加它的效果，像这样，我如果装去的话，它就会加它的强度，还有近战的攻击几率，可能一刀变两刀这样，然后右键这个可以学别的技能，我们来学另外一个技能，像这样，我们可以跟它学个瞬移。学完瞬移之后，我就可以把它装在瞬移技能上面，这样，然后我可以再额外补别的，这个已经装到了，所以它这个东西只能装在一个人身上，不，一个技能上面，所以你只能选别的，这样 ，OK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空白键，如果有机会看个召唤师吗？我刚刚玩的是玩游侠加法师，这种类型的通常都是远距离比较吃香啊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一步一步过更多更多的任务，然后后面还会有更多角色跑出来。好，来咯，我们要晋升正式猎人的话，我们要先打一下。然后你们看到这边不同的角色，它会有，不同的敌人，它的奖励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，里面的货币，然后这个是额外的特殊货币，就是我们如果要升那棵树，
这棵树它有些会需要用到这个像菱形的东西，然后左下角有一个就是好像什么除错的部分，那个不会影响到我们游玩，我刚玩下来整趟是没问题了，所以如果你也有碰到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不需要担心。来了，然后我刚才学到新技能了吗？有点帅，但是我血量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OK。可以。然后有没有看到我的刀挥得很快？这是新的东西可以拿，圣物是新东西，补个血好了。有了，因为我刚才装东西在我的普攻上面嘛，所以它的攻速就变快了，还有几率可以砍两刀这样。然后里面可以装在上面的东西非常之多，非常非常之多。然后刚才有个圣物，圣物是这个，因为像是角色装备，但它的装备不一样，它没有什么头盔啊、身体啊，它是全部就是这一圈你想装什么都可以。像这个装了之后，它就会有一个像是大蒜的效果，你们看，大蒜的效果。OK， 那我们再接一个新的啊。还有你，我们现在有1000多点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征服它啊，但征服要更贵。好。正式猎人还会解锁新的技能，先这样，我们先往前打一下。好，还一场一场非常的快，反馈也非常的快，多重召唤。OK， 然后你不同的圣物装上去，不同的技能的征服装上去，玩起来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哦。非常非常耐玩。OK， 清空，走吧。目前玩下来难度，我觉得都是你如果是跟我一样手残的，玩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已经变成正式猎人了。正式猎人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有，没有没有，要打赢他才会有。好，那我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升级一点东西。我们可以培育精神力吗？这个，有。有了，解锁。这里。OK， 我这样多了一个生物草。多了一个生物草，我就可以在这边再装上去。我可以装重复的，不会受到影响。那效果应该是叠加效果。来。哇，哎呀，一个不小心差点死掉了。近战好像没有。近战好像没有很好打哎，我刚才远攻是刷刷刷敌人死光光，我一滴血都没有扣的。好，目前还 OK， 所以右键那个刺客的这一招要小心点，你看他有可能如果没有把人弄死，他有可能会直接吃到伤害。OK， 哇。哦，好险，嘿嘿，有了。然后我们干掉他之后变成正式猎人，然后就可以一直往上打，然后会有新的角色跑出来，像追猎者跟匠人。看一下匠人，他是可以让我们提升东西，那我们也可以把物品给他给拆掉，对，他拆掉会变成虚空水晶，然后我们东西也还可以再改造，但是改造这部分我没有到很了解，好吧。他还需要精炼，然后变成更好的持坠的样子。来，那你呢？他是特殊的，特殊敌人，他追中间生物，然后他是被赶出来的，可怜的家伙。然后我们要去，就是追寻他的脚步，去狩猎那些特殊的角色，像这个。然后这个开始追猎之后，他会有一个追猎进度，就是你过完普通局，过到一定之后啊，他就会跑出来，你就可以把他打掉。前面第一趴应该就会是以打掉它为主，然后这边这个是我们只要打掉足够多数量的怪物，它就帮我解锁这个，然后我就可以有不同的药剂，然后会有不同的效果，大概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练习伤害用的，对，就是练伤害用的，
就是可以看到你目前状况是如何。然后刚刚我们那个技能不太好用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换一个守护灵。好，来，我随时可以把我不想要的技能换成我想要的，这样。然后它的效果也可以额外加召唤物上限，这样。然后我现在有2000多点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在这边去疾步，好像还好。气刃哎，气刃感觉还蛮重要的。我们买一个气刃，然后直接征服它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气刃，我就可以把它装上来，然后加一点我们的多重攻击，还有这个狂怒。变远距离的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推，然后选择就会更多。我们拿一点那个，拿一点钱好了，钱蛮好用的。接下来我可以换那个技能，按开右键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我们就多了一个召唤物在旁边了，玩起来感觉就变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还有一个钮是空白键，但前期比较要玩到可能二十几分钟的话才会解锁吧。哇，五点血，那我没有魔了，我没有魔了。那个整整节是没有磨的声音，怎么办？我没有想到这只这么难打。哎呦 ，OK， 好，打赢了，哇哦！哎，近战不容易哎，你们如果想要挑战一下自我的话，我觉得玩个近战或许会不错。但是近战感觉才有点难度啊。然后这边我们都可以再花点数把它培养。我刚刚按一下那个错误的东西，按一按它就不见了。所以如果你们也碰到一样的状况的话，好像是可以把它点掉，就像我们刚才那样，默默就把它点掉了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再来，我先把我们的原本这个换回来好了。对，我刚才不应该拿那个征服去放到那个气刃。因为那个气刃的效果感觉没有到很强，挥砍的伤害好像比较好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有3000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先解锁它的，把这里也解锁征服出来。然后这里我可以买另外一个召唤物，这个召唤物一个是在旁边跟着我们的感觉起来不是很优秀，不如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样 OK。来，我们再想看，你随时就可以更换你想要打你身上带的东西。然后这个也是，你有拿到新的就可以。然后目前我们都是普通圣物而已，没有到很优秀。这个吧，势能可以让我的那个回能击中就可以回能，还不错。来了，哎，那怎么啊？我右键忘记换的了，我87哦。但它效果还不错，其实，而且我可以一堆球在旁边跟着我，最多4只啦，对，最多4只球。然后因为我刚刚有拿到一个，我有装上一个砍刀就回能的圣物，你们感觉我的能耗就消耗比较慢 ，OK。有了，哦，好险，嘿嘿，近战好难玩啊，近战难玩很多哎，难玩超级多的。然后我刚刚那个技能啊，这个是背包，按 I 会打开，然后可以把很多东西拿去分解掉。好，这个我要换成这个，召唤物 ，OK， 然后一样增加召唤数量，我现在1900而已，有点可惜，来。经验33 ，Go。然后等我们把那个特殊的角色打完之后，我们就换另外一个账号，不，另外一个记录。那你们看看远距离有多爽！你如果跟我一样手残，你就玩远距离就对了。我可以召好多只小只的出来哦，最多4只啦，对，最多4只。我。
召唤物应该也有召唤物的玩法。OK， 对，四只，然后它实现到它会不见。哦，而且很快就会不见了。王王王，我可以全部都交给我的小只来帮我打、欸。OK OK， 哎、欸，我刚才觉得这游戏很简单，原来是因为远程的关系，但其实也算是相对简单的、啊，对，相对简单的了。来领取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，你看打完三局，它就会有一个惊叹号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打这个特强的。然后这边应该收集完了 ，OK。然后我现在有药剂了，我药剂就可以选择更多的药剂，像是立即回血，或是每秒回血，或回能量。那后面还有加攻击之类的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增加一点精神力，然后这个是承载力量，是额外的其他的，像是加血量之类的，额外再升级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目前有2000多了嘛，我们把这个征服再拉开。有征服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多一个召唤物，然后这个有一个雷击，砍中会有雷击效果，这个蛮强的。来，我们把它换上去，换上去 ，OK， 来了。然后我们的圣物其实也可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，目前没有，是有点可惜。来，然后你看到那个就是狩猎任务变成特殊狩猎了，这只我刚刚用游侠打很快。但我不知道近战会如何。我可以打好多只哦，哦，好痛！你们看到我现在普攻会多会有一个雷，哎，那我雷不知道给我的小伙伴行不行？好痛！哎呦，它有三阶段攻击，会有一个是大范围的哦，好痛！然后有一个瞬移、啊、好痛哦完全交给小伙伴打。对耶，我应该把我的那个雷放在小伙伴上面，所以他可以劈他更痛，因为我自己其实不太能近身打哦。哇，还好我可以一直补血，他的那个补血药剂好像就是冷却而已。哇，好难打哦！怎么这么难打？哎呦！来，我要加入战局了。嘿嘿，完全用药水去硬扛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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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完全在乱打、欸，我的天啊！然后我的伤害也不够，所以你有感觉我硬磨把它磨死，对吧？硬磨把它磨死了，是有点可惜。来，然后我们打完一定难度之后，还会掉落更多新的东西，然后圣物也会更多，就是你玩起来会有更多的组合可以用。然后商人是一个，我可以跟他买东西，然后也可以把我不要的东西卖给他，就是他会有一些订单，还没有解锁哦。然后像这个击退。就是我打了就会击退，然后这个都很贵啊。这些我觉得，那我看一下这边还会有新的角色，不是新的角色，新的敌人。然后我们狩猎之后会有，看一下哦，这个帅。然后最终目标是这个，我还没有打到这一只，我想打到他这一只，打完之后应该会有更高难度，我在想。好啦，那这就是初始你们玩会碰到的东西，就一直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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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的耐玩。然后我们先储存一下。然后回到开始界面，回到刚刚那个记录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按继续游戏才对。还好它有一个覆盖按钮，哇，你要输入它才会覆盖。来，这是我们目前的记录，左键是那个远程射击，右键是一个把人推开的范围，这是法式的东西。然后空白键是翻滚。然后这边我装了一堆哦，你们看到颜色不一样，玩起来的感觉就很不一样。然后重点是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很棒。这里我们的剑矢装了一个多重剑矢之余，还装了一个锁定，
锁定就是当我使用的时候，它会自动释放向最低的点攻击，所以我就不用瞄准了，直接变成一个幸存者类型的游戏。然后旁边那个小猫，它是会自动帮我捡东西的，我可以选择哪些东西它会帮我捡，哪些不会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记录往前推了。你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已经打到这里来了。来，等一下给你们看看差别在哪里。有没有感觉到很轻松？然后我还有攻击回血，我还有攻击回血，所以我血几乎你看都是满的。啊，它有些有带冰属性，打到会稍微缓一点点，差超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代表说你选的技能跟你打到的东西，你装备的东西，可以让玩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哦，暴击几率了，但我现在伤害渐渐的有点不够力了，刚才更强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加一点药水的强化攻击。有了，哎，这个是宝箱哎，哇，打完了。然后看他会帮我把基本上我不需要自己捡的东西，他就帮我捡一捡白色的啦，然后比较品质比较差的。它就不用全部都要挤压，我觉得这点还蛮棒的。然后你可以设定哪些东西是，就是它在地上你要自己捡的，橘色之类的，因为毕竟那种东西你要自己捡，玩起来感觉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稍微调成加伤害，对，因为我血量好像蛮足够的，血量蛮足够的。OK， 这样吧。然后我这边也稍微提升到了这里了。就我可以拿的东西也越来越多，然后后面需要的水晶也比较不一样，然后天赋点也是看你想要点哪一系都可以哦。然后像我现在是点到那个游侠系的，我就投射物速度加能量，然后投射物伤害 ，OK， 继续点，专注是加暴击的啊，投射物数量差异，可惜了。OK， 然后商人这边会有订单，是你完成狩猎之后可以把某些东西卖给他，然后这里可以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。周围 4.0 范围的敌人被冰缓欸，感觉好像蛮强的，而且还可以加投射物伤害，10000块买了，有钱就是任性。那我这样就可以把我其他的东西给换掉，换这个好了，挪掉它，然后装上去，这个好像也不错。没关系，先这样子。然后每次打完，你都可以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替换，像这个可以加暴击伤害就不错。但是我想想，我要选什么？我们现在只有四个，除非我在进行征服吧。我看一下在进行征服要多少钱，征服要50000了。所以刚才那个加暴击也是不错了。那我们继续往下打这个。然后出来的敌人好像都是随机的，你尽量选对你有帮助的。哦，好像有一个蛮好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再把声音小声一点点好。哎，他声音刚刚又被调化。哎，哇，啊，死亡，嘿嘿，一个稍微不小心，这稍微不小心是有可能失败。再打一次。然后按 ESC 的时候，它不会暂停。OK。目前你们看起来感觉如何？我自己玩是玩得很开心，但我不知道观看的感觉会是如何。哎，我们刚才是不是拿到一个橘色的？然后我死掉了，它就没了。对耶，刚才那个橘色感觉很强哎。啊，我87了。对齁，我不应该那个时候去按 ESC 了。
我想知道那个石板是什么。好可惜哦。然后一关一关要打的时间好像也会越来越久，但我觉得你如果设定的好，你技能设定的好，其实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哦，打完了。OK， 来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橘色的，好像 我如果死掉，他应该不会跟着我离开。对不对？跟他吸呢？哦，我白痴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好可惜哦。然后来打这个暴虐雷灵，哎，好可惜哦。刚刚那个感觉起来会很强哎。然后我就为了要调声音，我的天，哎，我现在多少钱？37000。然后这里应该会有新的订单了，还需要10师以上的圣物，然后会给我20000。然后把这个头盔给你。有了，然后这个还可以累积积分，晋升好像会有更好的东西。我这样要50000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错边，我就可以跟他买个征服，然后把我这个再装上。哦，没有，你还在，加征服技能不再消耗能量，被征服击中的敌人是恢复8点能量。哎，哇哦！哇、wow, 那好像很强欸，对不对？好像很强。那我等一下哦，我是不是可以买个召唤物？买个召唤物，就我们刚刚没有什么发挥到的召唤物，然后把我翻滚，因为我基本上也不太需要翻滚了。我还要弄那个翻滚加速，但我基本上翻不到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增加，我看一下、哦、有一些应该可以加总量的。冲锋包可不可以装在召唤物叫出来就直接让它冲锋出去？不知道行不行。然后还有一个加召唤物数量的，似乎我们这边没有，是有点可惜。对，目前没有，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拿到。哎，会不会是我没有解锁类似的技能，所以它就不会出来啊？有没有可能？感觉有可能呢。哇，好了，那我就这样吧。稍微随便弄两个来，因为我们左键不耗能量状况下，我们应该可以召一堆召唤物出来。哦，好大的空间哦！哎，我忘记换了87，没关系。啊，没有啦，我有换啦，我换了，只是我的技能召唤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往敌人冲，对，那个效果是用在我自己身上。哎，召唤物好像挺扛的呢。对耶，好像挺扛的。哇！我是不是找到了最佳解法啦？对吧？来，我帮你再征服一下。我只要招一个召唤物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不要这个冲锋，因为我会自己往敌人那边冲。对耶，我只要有召唤物在那里，他们都会被召唤物引过去打。有了多重召唤啊，然后我就在原地射他们就好了。好，直面他。可以了，我可以开启这个了。然后完成启示后，难度会再提升，果然如我们所预期的，会变得更难打。好，看一下，我现在有什么可以再提升的吗？加精神力，没有足够的，没有足够多的啊。对，虚空气息要10000，我都把它花光了吼。好，来，对，
可以可以，剩他了。哦，没有，他会一直叫出来。哇，他会把所有人打过的每一只怪都叫出来耶。哇，每一只耶，包括这个，每一只都跑到我们的这里来，最终战场来打一次。哦，哇，现在终于才变本体哦。哇，哎，还跑到场外是怎样？哎，好险！但你在场外，我也打得到哦，嘿嘿嘿。哇，哇哇哇哇哇，好危险！这个打到血直接见底了。好像要打赢咯。哦，破败头颅。可破败头颅好像不太到。解决了。但我打了十分钟，我的天啊。哦，更高难度了。所以接下来还有更多更多的圣物跟有的没有东西。来到了这个哦。你哪位？混沌缺口资讯，肚子饿了。虚空采集发生了奇怪的变化。哦，哇哦，这个是各种的图鉴，对不对？然后15是怎么样？是代表我打完了，我打完了足够多的数量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然后承载力量是图鉴到达100时会解锁。哦，它一直都有新东西可以玩。对，一直一直都有新东西。好，跟世界发生某种平衡。一次主击杀并不够，所以我们要杀很多次就是了。OK， 像更高难度的虚空完成启示后，难度还会再继续提高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有气息，它就可以帮我锁定，我就不用自己选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在这边找到了。然后猎场会有不断有新的敌人，然后有无尽狩猎。OK， 这个就是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然后可以看到杀那个怪物的血量比拉上去，你就可以一直玩，然后一次可能可以刷到很特别的东西。然后看一下其他的变化，这边差不多，然后它研究进度我们现在玩到一半，后面还有很多。然后这边应该是可以。看一下，我随便拿一个卖给他。好，然后这里我可以跟他要求订单，好像可以跟他买更好的东西。然后结晶是可以拿，就是好的，没有，是拿好的换成不好的。对，那好像还好。嗯，然后这边也可以买一些特别的结晶。OK， 那你呢？对虚空的探索更深了一层，混沌结晶又产生了新的变化。每一件传说可以使用混沌结晶来激发这个潜质。我工匠我在玩的时候还是搞不懂它的效果是什么，感觉应该也是蛮重要的。混沌化就无法改造啊，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特殊什么东西改这样，然后用完改完之后它就不能再用了，然后对它会有额外的效果。只有传奇物品才可以混沌化。我有个这个传说圣物，闪电防御隔挡率，哇！但是它要50000加这两个，感觉不是很容易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装上去。哇，我们第一个传说圣物。那道具应该没有别的吧？我们只有这个技能。好，然后这里可以到最上面是什么效果啊？加天赋点。这个生物草就是一路开上去，最多会开到全满就对了。然后承载力量的话也是可以增加，我觉得我们刚刚要加一点战斗能力，对攻击力，而且近战。哦，而且这个是随时可以把它关掉的。对，我的精神力是随时可以把它关掉。哦，这样还不错，投射伤害加20。哦，我刚才打好久啊。然后再来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这个猎场狩猎难度我把它拉到5颗星看看，
然后这边核心目前还没有。哦，这又是新东西。哇，又是新东西。所以它会一直出来到上面那条结束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右边的钱一直在累积，不知道多久会掉东西。目前打起来感觉还好哎。哇，看起来目前打起来还好，影响不大。OK。我们看看那上面那条满的会怎样，应该是满的王会出来。哎，有了，有掉东西了。有啊，果然满的王就跑出来打啊。然后打完了之后他会降到底休息一下再新一轮。那我要怎样子才算结束啊？看一下哦，储存游戏，然后呢，他就是打到输掉会不会？有可能呢。我看一下，我要死掉也不容易。有了，死掉了，死亡归回，猎场结算。对啦，这个就是你可以一直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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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打。你如果喜欢刷，有点像乳牛关那种感觉，你可以不断的刷，而且你还不需要重复跑，你可以里面一直打。哦，那这游戏，我觉得这游戏你如果是喜欢刷装的，然后时不时进来玩个半小时，就是他没有办法说，我们先回到原初好了，储存一下。我觉得这款游戏他没有办法说让你就是不断的重玩，除非你本身就是很喜欢刷装类型，但你每天可能下课下班。玩个可能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，然后每次都会有新的东西，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往上难度，因为它难度还可以继续往上打嘛，再慢慢的把它打上去，它是一个有累积的感觉。对，你会觉得你每次玩都会有一点收获，都有点新东西，然后单纯刷玩起来也不错。难度上面我觉得难度上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下啦，但各方面我觉得都挺棒的，这款游戏挺优秀。如果它价格大家可以接受的话，这款游戏我觉得蛮值得一买的。不过就是它出来的顶有点可惜，它太晚出来了，因为接下来 POE2 也要出了。对，所以它在跟 POE2 竞争上面，我觉得它比较适合那种你小品玩的，你没有接触到很多这种类型打宝的，你就看了觉得还不错，那我觉得这款游戏蛮适合买下来的。因为如果你真要讲打宝的话， Diablo 还有像 POE 这种已经是老牌的打宝类游戏，它有一个它那个不可挑战性在，因为太强大了。但这款游戏稍微玩一下，我觉得是不错的，对，就是适合那种小品休闲的玩家。那你如果看了之后觉得还蛮棒的话，那就把它买下来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集到这边啦。啊，如果之后有看到一些有趣的游戏，再找机会拍给大家看。啊，如果有什么想要留言的啊，不管是对频道的建议啊，对我们这集的建议啊，或是单纯要说我拔旗的，都欢迎来留言哦。你们的留言我都非常的开心，有看到新的留言我都很开心啊。那我们只是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